明星 TV 在选拔出演人员，你知道吧？小林公主殿下一定要被选上才行，如果宽宽被选上，那就大事不好啦。获胜的选手可以出演明星 TV 彩虹少女，开始吧。是让我按第一个按钮，我按错了。现在到了我们要唱出邪恶旋律的时候了。小林魔法世界二，寻找欧若拉公主。